践行佛陀本慧，增进众生福祉，解决众生痛苦，促进世界各国和平相处，合作共赢，推动六界人为利益共同体，是当代佛教徒的共同责任。我们愿继续与各国和地区方兄弟加强交流合作，守护佛陀文化，弘扬慈悲和平的教义，继续开展国际佛教抗疫合作，推动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，为建设和平。